自然的灾难，实在是触目惊心。看到这都是呢，在现在我们这个地球，这大自然的灾情一直在发生，速度也是呢频传，频频的发生出来。实在过去几十年，我们在接触经典的时候，在经典里面所描述的人间灾难，那个时候我还年轻，一直呢对了佛经里啦这样的反问的佛经是真的吗？边看经啊，看经典里佛说，就是如是我闻，那样佛陀所说的这种人间苦难、人间地狱，就是在那个末劫的末劫的时候，叫做坏世间成住坏。现在这个时候，就是这个地球呢，开始了，告急了，坏劫了，破坏的时候，所以这一波时间会很长，会频传，一直呢，会有听、看。天下灾难偏多了，现在因为科技发达，信息呢传播的真快，它可以呢地的灾情很快就会分析出来，它的地形地质，而且呢板块如何滑动造成了地震，那火是如何的焚风，如何的热度等等，那造成了这种的自然的火，所以水火风等等，那造成了大地上啊很多的不调和、不平安呐、啊。原因在哪里呢？啊，也许啦，这样累积来的众生业力。众生的业力啦，这种点滴点滴的心态不断累积啦，心一念起，那身就动作起来，人人动作就有力量。善恶力量啊，现在在拔河，因为人口多了，贪欲人不少了，好在呢还有一群好心善念愿意呢处理、付出，用善与爱呢付出，所以能造
这祥和，所以说强大的恶还要有一群呢强力的善，这样拉拔善多一点，很自然呐、啊，就灾难减轻一点。假如呢善力轻啦、啊、薄啦、啊、轻薄啦、啊，那恶的力呢，那重大，那就是呢恶的盈啦、啊，那就是灾难，灾难偏多。所以说善恶业、善恶业啦，两边呢在拉拔。所以啊，佛陀来人间，就是啦、啊，在这样的末劫的时，这种灾难开始啦、啊，拼团的时间，劫都是时间，很长很长的时间呐、啊。过去的时间是，就是不断不断长时间的造业，累积到了，一旦因缘成熟，灾难发生，这一波灾难也会很长很长，这就是累积。善的也需要呢，培养。好心啊，好念啊呀，好动作，好事大家处理来做。所以呢，善的力量一定要增加，所以善的力量大了，那就是消灾免恶，消灾免恶难呐、啊，也那是善的少啦，那就是灾难增加，苦难、人间破坏、坏的时间快速增长，这就是啦。爱看现在，看到。但好的人要不断在启发啦，只要咱发一念心，小点滴来给汇集起来，也是有大力量。实际半世纪以上，不都是呢点滴汇集吗？我们现在来盘点呐、啊，慈济这五十多年来啦，走过的多少个国家，多少国家的重灾大难，慈济帮助过的127个国家，我们现在最近呐、啊。大家大动员，要为乌克兰难民去抚慰呢苦难人，这还有他们将来如何生活下去，我们还要不断不断的。除了现在因多难，我们在急的帮助，这叫做急难。帮助我们还要长期呢来关心他们何去何从，如何能稳定下来，这都是我们能做到的。大家尽心力，无心无愿无难，这都是大家的力量，爱的力量，点滴付出，这，咱都安心啦。这呢，叫做
人间菩萨，所以菩萨离我们不遥远，原来呢是在你我的身边，人人都是菩萨，所以菩萨所缘，缘苦众生啊，菩萨们，我们要时时感恩，那分秒都要发心来度化众生，启发爱心，造福人间，才能世界平安。感恩，祝福大家。